两岸和谈会议正式展开。不可能把我女儿嫁给你儿子啊，我儿子也绝不会娶你女儿。那这样好啊，哇，我们就有共识啊。祝我们两家和平相处。小磊和明明门当户对，跟丽君也是门当户对。2011年，中视最温暖给力的爱情喜剧《门当户不对》。